有。那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喜洲包吧。然后拿那个棍子压。哦，它有点脏哦。可以。不用打压，不用打压，吸吸甜液。想搞艺术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哦，大家好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。给你打打广告，想吃就是没有人听的。大爷上告了呀！好，你们。喜欢会告诉我。今天好吃啊，很好吃。嘿嘿嘿。